水户壁宫妈祖庙，南巡36桩，五天绕境活动，第一天到了仙林，到昆仑义园服务处那边，然后又到，先把水来哦，哎，义园，空中这边啊，空中这边，义园哈，鱼寮就在北边，你看北边，像起重机钓的那个炮很多呢，哦，起重机钓的炮很多。你看北边那个起重机钓的炮很多，哦，要左转往那个皮寮，要茄南庙，茄南庙。哇！